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146面，146面，请看经文。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知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月灭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十尊佛之后，又说出这个地方的九尊。幕后告诉我们，像他所说的这些佛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啊！这是教给我们要称念诸佛的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通常我们偏赞阿弥陀佛啊，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其实每一尊佛的德号都是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才真正突出佛法里面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以称念任何一尊佛的名号都有同样的成就。那么世尊在这么多名号当中特别跟我们介绍阿弥陀佛，这个原因又何在？佛家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理上虽然是平等的，可是事上啊有差别，这个差别呢都在缘分啊，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总在于缘不同，所以我们成就啊就不一样。而阿弥陀佛与我们特别有缘分啊，在菩萨里面是观世音菩萨，佛里面是阿弥陀佛，与娑婆世界的缘非常非常之深，有缘，而且缘深，那个感应就很快，非常快速啊，也非常之深。这个是世尊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原因之所在。这九尊佛号，清莲法师在此地有个注解，诸位都可以参考。略说呢，净月佛，净是清净，月是月光，这个夜晚，清净的月光没有人不喜爱的，特别是我们现在也接近了中秋了，中秋的月光啊，格外显得清净，秋高气爽啊。比喻
佛的法身，光明遍照。华严经上跟我们说，化身佛的名号叫毗卢遮那，这是梵语。毗卢遮那的意思就遍一切处，化身确实是遍一切处。那么由此可知，净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化身。这是经论里面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如果你要能够体会到共同一法身，然后再知道净虚空遍法界确实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整体，这个境界大乘法中叫圆满大觉啊，它确确实实明了体会得虚空法界是自己啊，天地万物也是自己，是自己的相分啊，这个法身法界是自己的本体啊，光明遍照就是智慧的遍照，这个摄心的广遍，作用的广遍。有了这个境界之后啊，在虚空法界，法界里面有过去有未来啊，无处不现身，随类现身，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他的那注解也很好啊，注的是从真垂印，真是法身，印就是报身跟应化身。真身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的。应化身有形象，这个报身呢也算是应身。我们这个把它这个范围设得宽广一点啊，从体起用啊，报身自受用，也与地上菩萨共同受用啊，应化身。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是为他受用，所以应化身完全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自受用是报身啊。可是法身、报身、应化身呢，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他这个幕后一句说得很好，四明三身一体。净曰就比喻三身一体，第二尊山王佛，山王是形容，形容佛报身如大山一样啊，这个王是最大的，这山里面最大的，我们常称之须弥山王啊。那么这通常是讲的佛的
报身。我们在赞佛偈里面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你们想想这个境界，不好婉转无虚名，你就想这个是身多大，不好是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无作虚名相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这个眉毛当中的两根毫毛，旋转在一起，有多大呢？无作虚名相那么大，你说他这个人的身相多大？我们这个地球容纳不下了，所以地球要在这个佛的这个法相庄严之中啊，恐怕只是一根毫毛而已。那么佛能现这个大身，称之为山王佛。那么这是对佛的赞叹，也显得佛这个神通能力的殊胜，能现这么大的身。第三尊智胜佛，这个智是一切种智，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智讲三种，一切智，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这引用大品般若，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智是二乘人的智慧，声闻缘觉所证得的。一切智是什么呢？智空，万法皆空。所以小乘人懂得这个道理，他明了，于是他就住在偏真涅槃，他住空啊。这个是一切法之理，它不是事，它是理，理是空的。那么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个空不是性空，这他是明了这个万事万法之理是空的，一切法因缘所生的，了不可得，所以二乘人心地很清净，就是他知道一切法的真相，这个理上的真相。道种智是菩萨智，道是说的理论，种是种种，是讲的四相，可见的菩萨比二乘呢是进步太多了，二乘人理事不能圆融，也就是我们在华严经上讲的，他理事有碍，理事有碍，当然事事就更有碍了，他在这个境界里头，所以二乘人所得的就是理无碍，但是理跟事合起来就有碍，菩萨的智慧就高了，理事能够圆融，做到理事无碍，在事无碍法界里面，他得到三个，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
这是道种智啊，种是种种，一切种智，这是四无碍全部圆满都证得了，不但是离四无碍，四事都无碍，所以这叫一切种智，一切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智，种智就是菩萨所证的道种智。这个一切智跟道种智不二啊，能够融合在一起，就叫一切种智。所以一切种智，如来果地上所证的。这个智就殊胜了，超过二乘，超过菩萨。所以称智胜佛。第四尊净明王佛，净是清净，王是比喻自在，在古时候只有国王他能够发号施令，一切人民都要听从他的，听从别人的人不自由啊，发号施令的人呢所以称之为王。佛经里面王都有自由自在的意思，自己能做主的意思。净明是清净，烦恼断了，清净了，生死了脱了，这个叫清净。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所以经上讲啊，无住二死，清净，圆满的清净。无住是说的烦恼，二死两种生死。这两种是经上讲的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分段生死是从相上说的，如果我们说的很粗粗浅显一点，大家都能够懂得，我们这个身体，对这个身体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称为分段生死。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了解。其实分段生死，哪里说是人一生呢？诸位要细细去想想。我们现在一年是一个阶段的，这一年过去了，这一年等于死了，来年等于生了，再往微细的去观察，月月有生死，每一天都有生死，这种现象都属于分段生死的现象。分段生死讲到极处，刹那生灭，所以刹那生灭了是分段生死，所以都是从相上来说的。变异生死呢，不是从相上说的，
实在讲，变异没有生死。为什么把变异称为生死呢？这个变异有苦，生死是苦的意思。啊，我们以《华严经》上法身大师来说，啊，他能分断生死没有了。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人，人人是无量寿啊，啊，人人都是得的金刚不坏身。可是他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从哪里看出来呢？四徒三倍九品，那就是变异啊。你从下品转变成中品，从中品转变成上品，这就叫变异。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了。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华藏世界啊，这些法身大士分断生死没有了啊，但是经上给我们讲，它有41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每提升一个位次，就是一个变异。这个变异需要他自己用功去修啊，那个修就叫生死。修很苦啊，太修行啊，太用功啊，才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所以变异确确实实不是生死啊，因为他要提升他的境界。他要认真努力修学啊，这个修学是一桩辛苦事情啊，我们把它称比喻作生死，两种生死都尽了，都断了，那是什么地位呢？如来果地，圆教的佛果啊。怎么知道呢？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下无名没断啊，所以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净明王佛了，这个名号我们一看，圆教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才当得起这个名号啊。第五尊呢，至成就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利益众生的啊，像净明王佛这个名号啊，完全从自利啊，从断烦恼、断正上来建立的啊。至成就呢，是就度化众生上来说的，智是智慧，群舍而智啊，《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智”，无智是根本智，啊，为什么说它无智呢？它不起作用，没有起作用啊，没有起作用，为什么又叫它做根本智呢？啊，无知就是根本智啊，无知不是说没有智慧啊。如果看到这个经上讲的般若无知，那完全没有智慧，那你就错了。无知是真有智慧，这个智慧没有起作用
是这个意思。他对于万事万法性相理事因果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可是他自己境界的如如不动啊！我们所谓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在这个状况之下叫无知啊！当它起作用的时候，起作用，起什么作用？教化众生。答复众生的疑难，这个时候展现出来的是无所不知。就无所不知叫全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善巧方便。善巧方便是属于智慧的应用，应用的是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可见的就是无知的表现。《般若经》上这两句话，我们要明了，决定不能够误会。就无知是自受用，无所不知是他受用。诸佛菩萨在十法界，在六道度化一切众生，无论是现什么样的身相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佛没有身相啊，法身没有身相啊，身相呢是随类现的，不但应化身是随类现的，报身也是随类现的啊。你看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是报身佛、卢舍那佛，在极乐世界看到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呢也是随类现的啊。卢舍那佛是在华藏世界度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度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够体会到啊，报身呢还是随类现的，那个类是指法身大士啊。佛给我们讲，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无量无边，你看这个佛的，从佛名号里面来看，我们看到这么多佛，释迦牟尼佛专门为我们介绍这个十方诸佛的名号。诸位也许读过《万佛明经》啊，世尊给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说了一万两千多尊佛的名号啊！在虚空法界里，佛的名号说不尽的。释迦牟尼佛天天给我们说，说一劫也说不完。那么这就说明，佛的报身呢，也不止一个。随着各个世界差别的状况，为法身大士所现。
国是为方便土、同居土，这叫凡夫们所现的，就是焰化身。这是智成就如来啊，无上福。无上是尊称道基础，这个注解里面几句话注得很好，无所断者名为上师，既无所断名无上师，这个解释的很圆满。等觉菩萨还有断，还有一品生相无明可以断，那叫上士，不能叫无上，他还有所断。到如来果地上呢，那就没得断了，应当断的通通断干净，没得断，这称无上。所以无上也是对于究竟佛国的尊称，妙身佛是赞叹佛的音声圆满微妙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微妙。佛说法音声的悦耳，那是美妙。那么这种美妙、微妙，从哪里得来的呢？从心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一定要记住，要学习。你心地真诚，你的言辞就真诚。你心地清净，你的容貌音声就清净。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说沉于中而行于外，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心微妙啊，你的相貌音声也就微妙。你的心是真善美呀，你的容貌音声也显出真善美。音声容貌是外表啊，是你自信的流露啊。你要想这个相好，你的心要好啊，心不好要想相好，没这个道理啊。怎样修饰也是枉然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随心转啊，不但我们的自己这个身体容貌是随心转，我们依靠生存的山河大地也随心转。
所以心好，不但你相貌好，你相貌好，哎，有福啊！啊，这个人有福，福相啊！这个地方也有福啊，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这地地也有福了啊！地怎么会有福呢？地也随心转。心要是邪恶，你这个相也邪恶，你所居住的山河大地也是邪恶。这个道理值得我们深深地去反省。有很多人说现在地球病了啊，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啊起了很大的变化，它怎么会病？怎么会反常呢？你再想想佛所讲的这个道理，人性反常，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啊到世界各国地区去旅游，我们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发现这个人心呢浮躁，不安啊，一丝毫刺激都经不起啊，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嗔恨就爆发了啊，这是反常啊。所以他自己的音声容貌体质就多病不正常，这影响他居住的环境，环境也不正常的啊。这个里面的道理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详细报告过啊，用科学家的来说法，它的原理就是波动，邪知邪见邪行，这是很不好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影响物质的世界，影响地球的变化，甚至于影响到地球在太空当中的运行，影响它的轨道，影响它的速度啊，所以地球上就产生很大的变化。这种连带的关系科学家还没有能够发现，但是佛在经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相随心转，境随心转啊。你今天有许多人发现病态严重啊，所以极力呼吁要加强环保意识，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收不到效果。原因在哪里呢？他治标不治本呢，他不晓得这个自然环境的变化
根本的原因是人心的，他不知道。要真正做好环保的工作，先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保护自己的真诚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这个才有救啊，这是治本的。本末兼治收的效果就很大，也很快速。很可惜现在科学家他不知道这根本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近代人迷于科学技术，迷于经济财富，产生严重的偏见造成今天整个事态反常的现象。不过佛说得很好，这共业里面呢还有别业所以我们想救自己还是有办法。虽然是救自己，也要有真诚的帮助别人的心愿，要真干。至于做到多少，不必去过问。灾难逼迫在眼前呢，我们也要效法古时候慈悲心深重的这些贤者，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还是要做好，不顾自己，要为一切众生为众生的利益，为众生的幸福，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我们刚刚讲过，两种生死都不是真的。不可以贪生怕死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为众生造福，自自然然能感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诸菩萨善神的拥护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发现说老实话，不在自己有没有智慧能力那个是其次，你能够发真实的心智慧不足，佛菩萨会加持你；能力达不到有一些护法善神会帮助你大家如果要不相信，你看看此地居士林李牧原居士不就明了了李牧原居士就是我说的这种人智慧能力不足他能发真心的他得到诸佛菩萨护念，得到龙天善神拥护
所以才能够心想事成。佛家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你这个心愿是善的，不是自私的，是为佛法常住世间，是为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得度成佛，这个愿心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所以发这种愿心才能感动诸佛菩萨与诸佛菩萨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自然就加持上了嘛！所以你的心、你的愿你这个思想的波，波的频率跟诸佛这个思想波频率相同嘛？相同，它这个就接通了。这个就是佛力加持的道理所以才能帮助你心想事成后面第八尊满月佛，月面佛，月面跟满月意思相同所以他这个注解里头也说这两尊佛大意相同满月我们中国人呢农历讲十五的月亮在天文里面讲的时候望朔望望这月是满月这个佛经里面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赞佛的偈颂里面说佛面清净如满月有人来问我说法师那个佛的面圆圆的有什么好看那么这个呢没有能够体会到佛说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说愿解如来真实意非常重要这个满月是比喻什么呢？比喻没有欠缺你看到佛的相好，你找不出一丝毫的缺点，这个是不是佛的面孔是圆圆的？那你是完全想错了这个解释叫望闻生义，这三世佛的含愿望佛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满是比喻圆满而没有欠缺的意思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这望闻生义往往就错解了错解了他连佛都不学了我学佛将来成佛变成这个样子多难看呢就不学佛了所以必须要了解他真正的意思这就是圆满而没有欠缺佛为什么会圆满为什么会没有欠缺佛证得了圆满的自信所以展现出来的是大圆满本经一开端
就给我们讲大圆满。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记住的。这个经文在什么地方？我们找出来看一看。啊，在第一十三页，啊，在我们这个扩注的本子第十三页，卷上，啊，卷上第十三页，啊，十三面是个开端，啊，世事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就是总数。然后后面给我们讲了十个，十表法的意思，跟华严经上讲的十是一个意思。你看，圆满、慈悲、智慧、般若、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八无尽的法门，也是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没有一样不美好啊，没有一样有欠缺了，才叫大圆满呢。我们现在笼统地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每天跟外面的接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圆圆满满的在真善美慧之中啊，这才称得大圆满了。就像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十种圆满，这十类，十类呀，在我们生活里头，点点滴滴，任何一滴都具足圆满。那个才叫做满月，才叫做没有缺陷。佛做到了，菩萨虽然也做，没有佛那么究竟。那么换一句话说，菩萨做到圆满还不能称大圆满，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我们对佛菩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羡慕啊！非常向往啊！能不能做得到呢？能。从哪里做起呢？从心地上做起。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能将这十种圆满落实到你的心地就行了。我们净宗修学也提出十条啊，就我们现在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提出存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什么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要用这个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这五条相违背，
赶紧把它修正过来，修心呢，这个叫从根本修。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夫，在生活当中跟广大群众接触，也就是在思上修，在相上修，我们把握住，看破放下，自在随缘，把握着这四个原则，一念佛做究竟的皈依，这个光明云里头大皈依呀，我们大皈依是念佛。这个样才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将我们凡夫的生活能够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所谓凡夫的生活提升到诸佛菩萨的生活，并不是说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绝对不是说我们发财了升官了，你要这样想呢你就错了。贫贱依旧过的是贫贱生活，富贵呢还是过的富贵生活。那么这样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心理上改变，观念上改变。这一个改变之后啊，跟一般人的这个想法看法完全不一样。你真正懂得富贵不二，贫贱不二，乃至于生佛不二，理事不二，性相不二，你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是什么境界呢？华严经上讲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生活。所以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并不是每一个菩萨示现的都是大富大贵，也不是啊，有很多佛菩萨示现乞丐啊，示现小工啊，那他们是入不二法门的，他们自在的不得了啊。在佛教史传里面所记载的，诸位一般都知道寒山拾得，文殊普贤菩萨化身来的，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是什么个样子呢？根据书上记载的，邋遢不堪呐，疯疯癫癫呐，什么样肮脏东西他都吃啊，毫不讲究卫生。我们一般人看那是乞丐啊，他们过佛菩萨生活，他们过一真法界的生活。那么在民国初年，
也许诸位同学知道，有一位金山活佛，他的名号叫妙善，跟现在这个普陀山的老和尚名字完全相同，妙善法师，人家尊称他为金山活佛，他是金山寺，镇江金山寺，也是疯疯癫癫的，一年到头就穿一件破大褂，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洗过澡，一生不洗澡啊，穿一件大褂，很奇怪，他夏天也不热，冬天也不冷，他就一件衣服，什么都没有啊，他过得自在，这个传记里面记载的，我看的一本《金山活佛传》是这个过去在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老法师乐观乐观老法师写的，在台湾呢有两本书讲他的故事，一个是主云法师写的，一个是乐观法师写的，主云法师写的那个不太可靠因为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听说的主云法师很难得，到处打听，请人家讲他的故事，他就记录下来写成这本书。而乐观法师跟妙善法师曾经在一起住过他们认识很熟，所以乐观法师写的这个比较可靠那么他说这个人是个很特别的人在我们现在讲有特异功能他吃东西很奇怪，肮脏的东西他都吃人家丢掉的时候，当垃圾的时候他拿来吃他也不生病，供养他的钞票的时候他都吃掉全都吃掉了。我们晓得钞票是最肮脏的多少人手摸过的，他全都吃掉他这个一生不洗澡也不换衣服可他身上有香气曾经有一次这个信徒们逼着他洗澡很难得你比我强迫就洗那个洗澡的水可以治病什么样奇奇怪怪病治不好的，喝他那个洗澡水病就好了，很有一点像这个济公传里面说的济公一样。所以他们过的是一真法界的生活他不是过的凡夫生活心地清净平等慈悲我们说是讲三天不洗澡就浑身难过他一辈子不洗澡那么自在我们一个星期不洗澡身上发臭人家都不敢接近他身上有香气所以他的体质跟我们体质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不一样呢？那个心不一样体质是贴近我们最接近的一个物质嘛一个现象相随心转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修心重要心好就相好
心好身体就好啊。啊，好心呢，为众生呢就好啊，为社会就好啊，为自己就不好了。啊，这是佛苦口婆心、千言万语教导我们，我们要细心，要能够体会，要能够依教奉行。啊，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一个好心呐。啊，修个真诚。你看这个《无量寿经》上，把修行的纲目写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觉。依照这个纲目去修就好，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性。啊，我们在这个清净平等觉的前面加个真诚，后面加个慈悲，有好处。啊，怕有一些迷惑人。自己以为心很清净、很平等、很觉了，没有慈悲心，还是自私自利。啊，你还为自己呀、清净平等觉没有啊？你自以为有，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清净平等觉一定是一片慈悲。啊，我们讲叫爱心呐、对于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啊，都有圆满的爱心，啊，这个爱心就是慈悲，啊，不爱两个字也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这个不爱是平等的爱，清净的爱。啊，我们能够以爱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过得佛菩萨的生活，你才能够得到圆满。啊，幕后总结犹如是等不可说佛。像前面所说的这些诸佛如来无量无边呐、数之不尽啊！请看下面经文：世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教者释迦牟尼佛，啊，这世尊，现在未来，现在是当时。在法会的这个时候，未来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末法了，在他们讲是未来啊。那么说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啊，这八个字里面就有我们。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其中，若天若人，若男若女，啊，这两句总括六道一切众生。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宽多明。那么这是缘分，如果有机缘遇到佛法，你在一生当中能念一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正如世尊在《法华经》上所讲的，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
那是一生当中只念一句，只念了一声南无佛，多生多劫之后啊，这一句佛号起作用啊，能够遇佛修行正果啊，这是一句佛号的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叫金刚种子，永远不坏。什么时候语言起现行，那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虽然说因缘不一样，这里面还是有个原理，这个原理是好善好德啊。这是我们佛门讲有善根呐，有善根的人呢，容易遇到这个机会。善与善感应，恶与恶交感，你会遇到善缘的，遇到这个机会啊。何况佛家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你有善根，佛菩萨常常在观察你，常常在关怀你，你的善根成熟，佛菩萨就来帮助你。就是这么个道理。你念多佛名，那你这善根就更深厚了，你将来遇得度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么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要念很多佛名呢？天天去拜万佛忏呢？在台湾，其他地方我还不太熟悉。每一逢农历过年，每一个这个道场啊，寺庙道场啊，都是拜万佛忏。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好处，好处啊，正如此地所说的，这个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懂得。你看世尊特别劝勉我们，这个善根成熟的人，专念阿弥陀佛。拜万佛忏谁拜的？刚刚接触佛法的初学的，对佛法还一无所知若有若无这个性根呢漂浮不定呢，没有根呢这样的人呢，让他多念几声佛号有好处。已经有信仰，已经明了了，就不必要去扰这个麻烦了你就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叫诸佛名号。你看无量寿经上弥陀经上不常常讲诸佛名号，诸佛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你就通通都念到了它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不要想到我现在念阿弥陀佛不行了，才念一个正佛了，我现在赶紧要念万佛像那你把你自己的功夫就破坏掉了
藏菩萨在此地苦口婆心呢，是对度那个罪业极重的众生啊，平常对于佛法根本就不能接受的，毫无信仰的，对他们来讲的啊，我们纵观全经，地藏菩萨度他们的目的都是升人天的。不是度他们成佛，为什么？他们距离成佛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能够从三恶道到人天来受报，这个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再从人天加功永恨呐，到人天之后啊，这才劝他念佛了，劝他专修净土，求愿往生，那功德就圆满了。菩萨在此地劝勉我们，也正是像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所讲的，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念阿弥陀佛了，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他在此地教导一切天人大众是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有困难当来决定会见佛。是众生等这就指念佛号佛名号的这些众生，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这一段话许许多多同修读到之后都未免怀疑，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生的罪业念几尊佛的名号就能不堕恶道了吗？念佛的人多，这古人常讲往生的人少念佛的人堕恶道的还挺多了。谚语里面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你说那些僧人难道他一生没念过佛吗？不知道念了多少生佛了，为什么还堕地狱呢？那不是跟此地讲的终不堕恶道不完全相悖了吗？这个关键呢就在念佛。口念不行啊，没有用处啊。你看这个念字，念字是会意。中国这个文字充满智慧。你看看这个念字什么意思？经心。今是现在，你
现在心上真有佛啊，口里念佛，心里头没有佛，那有什么用处？哎，那就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念得再多也枉然，是要你心里头真正有佛，那就起作用了，真的生死死时自得大利，决定不堕恶道。你心里头真有啊，就不是口上有啊。口上有，那就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现在得不得利？该堕地狱还是要堕地狱？得不得利？如果你心上真有，你现在就得利了。由此可知，这个念不是指的口念，是指的你心上真有。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也是这个意思。意识常常想啊，常常思维啊，这个念就是我们一般人讲挂念的，常常把佛挂在心上，向佛的向好，向佛的功德，向佛的存心，能够这样想，当然你就能一心一意效法，向佛学习，能够学个一分两分，那就是大利，那就不堕恶道。佛的行表现在外面，就是六波罗蜜，佛习惯布施，而我们在习惯的时候惊叹的，我们念佛念诗啊，佛家有六念法了，六念法叫我们存心的，常存布施的心，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诗，这个是真正的念佛，所以念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只有口念而心不行，口念弥陀，心里面还留念娑婆世界，还有深重的情执，这就大错特错了。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临命终时，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这是讲临终
念佛的利益。这个家中眷属，家里没有人信佛，如果遇到有一个信佛的，提醒他念一尊佛的名号，那么这个病人听到佛号之后要觉悟，要忏悔，才能除无间罪。假如这个人听到这声佛号，没有感觉，没有忏悔的意思，为什么呢？他生平从来不相信佛法，不肯念佛，这个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的利益在此地，他要造无间罪业，要不要堕无间地狱呢？还是要堕落？那么这个念佛对他有没有好处呢？有大好处。这个大好处不是在这一生起作用，那是他地狱罪业受满之后啊，再遇到这殊胜的法缘，起作用。所以这个好处在后面呢。如果这个人是学佛的，懂得佛法，造极重的罪业，临终的时候有人提醒他，经过这一提醒，他就后悔，就他真正生惭愧心、忏悔心，断恶修善。那他现在躺在病床上快要死了，怎么断恶修善？断恶就是善，这一念忏悔就是善的，确确实实可以除无间罪。如果这个忏悔力量强，他能生天道可以帮助他生这个忉利天呢，可以生到人天来享福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白，然后度了才不至于疑惑他确实有这个效果。如果是罪业很轻的，那这个罪业当然消除，消除必定生天天。这个青年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一段呢，他注的很多，也引用一些公案因缘我们在这里略略的提一提，特别强调，大家看150面。第一行，览天台十一论，这个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初行菩萨
未得无生人，要须常不离佛。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智者大师在传记里面传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么这个话等于释迦牟尼佛亲自说的，没有两样。素心菩萨初发心的菩萨了，通指大乘实性位的菩萨，从初性到实性都叫初性菩萨，未得无生人，没有得到无生法忍。这一句实在讲啊，别叫三贤位的菩萨啊，在别叫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得无生法忍。在这个地位要常常亲近佛陀，天台大师这一番的开示就是劝勉我们一定要求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我们才能够不退转，才能够保住常精进。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要想修学成就，我们的福报生在佛前佛后啊，生在释迦牟尼佛之后，生在弥勒佛没有出世之前，我们见不到佛。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佛的弟子，这些善知识可以亲近，善知识好老师也是可遇不可求啊，有缘遇到了要是常不离呀，这个很重要啊，除非你已经开悟了，证得无生法忍呢，那个没有关系。像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他去见六祖，六祖给他印证，印证完毕，他马上就要走。六祖留他住一天，他在曹溪道场住一个晚上，一宿住。他行啊。我们再看看其他人，有许多人亲近，慧能大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亲近一辈子，一直到大师圆寂。才离开这个道场，不是普通人呢，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
为什么有些见性的人急着赶快离开？那是示现给我们看，有能力去度化众生，教化众生要紧的。有一类的是示现给我们看，劝我们要常常亲近善知识，已经大彻大悟了还要亲近，何况我们没有见性啊。所以两种表演代表两种意义啊，这两种意义呢要看缘分。如果你有度众生的缘分，你应当去度众；你没有这个缘分呢，你不能离开老师啊，在老师面前当作后学啊，还有出来的帮助老师，等于说给老师当助教啊，不离开老师啊。两种示现呢，有两种意思。这底下一句啊，是《大智度论》上的话，这个说得好啊，巨富凡夫有大悲心。念生恶世救苦众生无有是处，这个话是佛讲的啊。巨富凡夫烦恼没断，你还有见思烦恼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在这个境界里面，虽然有大慈悲心啊，发愿要生在无住卧室啊，去救度一些苦难众生，成不成呢？不成。无有是非，没有这个道理啊，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还有什么能力度别人？所以我们也曾经见到有一些出家人发现他不求净土，他发现我来生呢还要当法师，我还要到这儿来度众，我们细细观察这个法师，他名闻利养一样都放不下，还是在争权夺利，那正是大论上所讲的，他希望来生还到人道里头当法师。来生能不能生到人道，大有问题啊！真正来生不是人生，我们根据佛在经典里面教诲，至少啊，你的五戒十善要能打80分才行啊。你来生呢可以得人生，不是人生啊。如果你五戒十善只能达60分，靠不住啊，不可靠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80分的标准啊？来生的人生才有指望啊！如
果你五戒十善有90分以上，那你就有决定的把握啊，不舍人身。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自己确确实实是个生死业障的凡夫，那就要记住啊，大师在此地的教训，这个小猪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所说的，自是尽弃平生所学，专寻净土教门，十余年来未尝暂时。这个就是求自度，这是个学佛的人啊，平生所学广学多闻，这个时候真正觉悟，真正明白了，晓得你所修学的那些法门到临命终时都派不上用场，你要觉悟的早啊，把你所修学的统统舍弃，专修净土，求愿往生。所以今天在这个新加坡，稀有因缘，在空间讲，全世界只有一个，在时间上讲，几百年才会有这么一次机会，建立这个弥陀村念佛堂啊，这个机会稀有难逢啊，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道场，你要真正觉悟了，万缘放下，进入这个念佛堂，老实念佛，那你就做佛去了。这个念佛堂是保送凡夫一生成佛的场所。这种稀有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在一生当中能遇得到的。我们讲经说法，是把这个功德利益了讲清楚、讲明白。劝人呢，舍弃六道，舍弃十法界，去做佛去啊！讲经说法的目的在此地，劝人做佛。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是无无间罪，虽知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处，诚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名，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见消灭。这个注解很好，一开头疑云，大家听了这个话会有疑惑啊。无间一众，何得一人称一佛名，即得消灭也？
确确实实是能够叫人怀疑。那么我们从这个经一直讲到此地，诸位就了解了。能够灭罪，是你念头转了，罪就灭了；念头不转，那就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是注解里面，151面第一行最后这一句。这华严经上说的华严经云：设闻如来名，借于所设法，不生信解，亦能成众。这个利益在此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还是要度我。善知识提醒你，你自己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这个时候的觉悟，就是跟到善知识，一心称念。这是真忏悔。最后一念呢，你心里面是佛，没有其他的，叫万缘放下，一心称念呢。行啊，这灭罪呀！如果称念阿弥陀佛，劝他往生，这一生造无间罪业，也能往生。这大善，为什么一生造极重的罪业，临终念阿弥陀佛还能往生？佛在经上常讲，人死了之后就投胎去受生，是业力在主宰。业力你一生造作的有善业有恶业，哪一个恶业主宰你就投胎呢？强者先亲，你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业力啊，哪一个力量最强，牵着你先去投生。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那个念阿弥陀佛的力量最强，那不就是先到极乐世界去投生吗？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善知善友来助念，帮你念佛，你不理会，你还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还是放不下恩怨，那就没法子，你就到恶道去了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就在最后一念。最后这一念，谁能有把握呢？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人临终啊，这个是真正是大事啊！你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你怎么个去法？这个是大事。所以佛教导我们，我们在一生当中要修善，要修福，要积功累德。做这些好事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临终的时候有福报这个福报就是临终时候神志清楚，不迷惑，不颠倒临终有善知识帮助，这大福报
如果没有福报的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神志不清，这个就很麻烦啊。纵遇到善知识也不行啊，他神志不清啊，迷惑颠倒决定得不到啊。其实这个是要有条件的啊，灭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三个条件具足行，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第一个条件就是神志清楚啊，一点都不迷惑。第二个是遇到善友的提醒啊，提示他，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他听到善友的提示立刻就能忏悔就能放下一切跟着善友念佛求生，他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友提示他，他要是置之不理，或者是半信半疑就坏了。那他的利益不在先前，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在以后。这一生当中还是随业流转。很可怕的事啊！这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谁都不能够逃过。所以，聪明人这一生当中要为这个时刻打算了啊！我们生前受一些苦难无所谓，时间短了。这一刻要是有了差错，你一堕卧道，那个受苦的时间可就长。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要在现前生活当中认真去努力，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功，什么是德，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千万不要把造作罪业当作功德，那你就是这个地狱，那就去定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明了，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啊得度啊，这一生当中才不会空过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